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愿天父嘅慈爱、基督嘅圣宠、圣神嘅恩赐与大家同在。兄弟姊妹，午安。我哋怀住感恩嘅心，感谢天主赏赐我哋一个丰富嘅2017年。今日系最后一日，通常今日系谢主嘅。所以呢個彌撒係我哋嘅謝主嘅彌撒，感謝天主過去一年對自己本人同自己家庭種種嘅眷顧，讓我哋時時都係無論咩環境底下都懷住感恩嘅心去生活。願意我哋喺主嘅台前再承認過去一年好多事情上面都未能夠做到符合基督嘅心意。我哋求主宽恕我哋嘅软弱，求在场兄弟姊妹为我哋祈祷。我向全能嘅天主，我各位兄弟姊妹，圣灵我在此，我常给我神，我在我在我全身，为子人正众生正嘅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我领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神主我们嘅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哋，赦免我哋嘅罪，使我哋得到永生。Oh,
嘅家庭培養出同樣嘅美德，忠心以愛互相聯繫，將來能夠喺天上嘅家園歡聚，永享幸福。因我哋嘅主耶穌基督你嘅聖子，佢同你同聖神係唯一嘅天主，永生永亡。請坐。今日嘅讀經係經書嘅第六十頁。攻讀創世記。在那一天，有上主的話在神事中對阿巴郎說：阿巴郎，你不要怕，我是你的盾牌，你得的報酬必很豐厚。阿巴郎說：我主上主，你能給我什麼？我一直沒有兒子，承繼我家業的是大馬士納人士格人厄里厄則爾。亞伯郎又說：你既沒有賜給我後裔，那麼只有一個家族來作我的承繼人。有信主的話答覆他說：這人絕不會是你的承繼人，而是你親生的，要做你的承繼人。上主於是領亞伯郎到外面說：請你仰觀蒼天，數點星辰，你能夠數清嗎？繼而對他說：你的後裔也將這夜。亞伯郎相信了上主，上主就以此算為他的正義。上主照所許的眷顧了撒拿，上主對撒拿實踐了他所說的話。撒拿懷了孕，在天主所許的時期，給年老的亞伯郎生了一個兒子。亞伯郎為撒拿給他所生的兒子起名叫伊撒格。上主的話。合唱文答句是：他是我們的天主，他永遠信守自己的盟約。請眾感謝上主，呼號他的聖名。請眾在萬民中宣揚他的功行，請眾歌頌他、榮讚他、傳述他的奇妙化工。請你們以他的聖名為光榮，願尋求上主的人落滿心中。請眾尋求上主和他的德盟，要時常不斷追求他的義用。天主的仆人阿巴郎的后裔，上主拣选的雅各伯的儿子。上主是我们的天主，他的统治遍及普世各处。他永远怀念着自己的盟约，直到万代不忘自己的许诺，就是向亞巴郎所立的盟約，向伊撒格所起的誓諾。弟兄姊妹们，因着说得，亚巴郎一文照说，就起名往他将要承受遗产业的地方去了。他出走时，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因着信德，连石女撒拿虽然过了适当的年龄，也得到怀孕生子的能力。因為他相信那應許者是忠信的，為此有一個人，且是有一個已接近死亡的人，生了子孫，有如天上的星辰那麼多，又如海浪上的沙粒那麼不可勝數。因著信德，
阿巴郎在受试探的时候献上了以撒祭，阿巴郎就是那承受了恩许的人。原来天主曾向他说过，只有由以撒祭所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但他仍献上了自己的独生子，因为他深信天主有使人从死者中复活的能力。为此他又得回了以撒祭，以作预像。上主的话。福音前欢呼，请你留。去獻給上主，就如上主法律所吩咐的，凡開該守身的男性應祝聖於上主，並按照上主法律所吩咐的獻上祭品，一對斑鳩或兩隻初犬。那時在耶路撒冷有一個人名叫塞勒安，這人精義虔誠，期待著以色列的安穩，而且聖神也在他身上。他曾蒙聖神啟示，自己就未看到上主的受苦者以前決定不到死亡。塞勒安因聖神感動進入聖殿，那時抱著嬰孩耶穌的父母正進來，要按照法律的慣例為耶穌行禮。塞勒安就雙臂接過耶穌，讚美天主說：主啊，現在可照你的話放你的仆人平安去吧，因为我亲眼看见了你在万民前预备好的救援，为作启示异邦的光明，以百姓以色列的荣耀。婴孩耶稣的父亲和母亲就惊异塞勒安所说关于耶稣的这番话。塞勒安祝福了他们，又向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说：看，这孩子已被立定，为使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和伏击，并成为反对的记号。至于你，要有一把利剑刺透你的心灵，为使许多人心中的思念显露出来。又有一位女先知亚玛，是亚杰尔之派法门尔的女儿，已上了年纪。她出嫁后同丈夫住了七年，以后就守寡，直到84岁。他斋戒祈祷，昼夜侍奉天主，总不离开圣殿。正在那时候，他也前来称谢天主，并向所有希望耶路撒冷得到救赎的人讲论这件事。耶稣的父母按照上主的法律办完了一切，便返回了加利利，他们的本城拿撒勒。孩子渐渐长大而强壮，
充满智慧，天主的恩宠常在他身上。上主的话